少年拍的道具。我们现在要去认识巧克力了，它是由小黑吻跟蚂蚁授粉，它连续研磨72小时，它才会是你在吃的那种巧克力的口感。完成，怎么有一点小琉球的感觉？完成三只龟龟，真的很。你太瘦了，接近下午的这个太阳我觉得可以。鲑鱼做的很多，一月的人潮还是很多啊。口感是真的，半真半假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曼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我要带着 Vicky 跟我同事一起去垦丁玩。那现在是早上6点，超累。天还没亮，而且外面好冷哦。等一下我们就出门去跟同事会合吧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等待出发中。现在4小时，经历4小时，我们现在到了第一站。阿信巧克力农场，我们来做个巧克力。江江，江江，票价200块。大门有梅花鹿尾。梅花鹿散步中。哇哦，散步中哦。我们进去那个农夫市集那边，我记得那边好像有特殊。这是动物园吗？哦，少年拍的道具。这个船这么小？它其实在室内拍的。我们要去这里。走进来很芬多金的感觉，就很多绿色的东西，绿色隧道啊。嗯，好香哦。我们现在要去认识巧克力了。认识完再开始制作。我们现在来阿嬷的可可园。它的可可果其实很大一颗、所以呢它如果长得像我们一般枝小枝上面的话，它就会断掉。它还没有长大就会断掉，所以它都长在树干上面。它的学名呢就干生花跟干生果。然后这个是干生花、干生果，它是由小黑吻跟蚂蚁授粉，可可果，哎，对，我刚刚外面没有看到红色，哦，有声音呢，没有的，有声音是怎样？它成熟之后啊，会像香蕉，有声音跟没声音有啥？成熟度，哦，原来这么大颗，喝水喝。就一个一个剥起来吃吧，这应该还有2颗3颗，可以把它挖起来吃。我们把它剥起来吃，那我们含着就好吃外面的白色果肉，里面的籽不要咬碎哦。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想。里面籽不要咬碎哦。可以，里面籽不要咬碎。好吃吗？有觉得像什么水果吗？释迦。对，释迦。它吃起来像释迦，那也像是山竹，是不是？也像是树葡萄，像龙眼、像荔枝这样的味道。那、树葡萄有这样哦。我们来这边的话，我们就一人拿一颗，那它会稍微苦苦的。对，但是它现在就有巧克力的味道，我们就直接，哇，一次吃进去，你分2、3次吃，你会苦3次，我们就一次吃，但是会苦吧，吃吧，OK， 它会比较苦一点，但是它现在会有巧克力的味道，看起来是有点酸。有点像那个腰果，哦，腰果。那其实，那壳的话呢，我们不会直接丢掉，我们会拿来制成可可茶。哦，有。那可可茶，有人说好喝，有时候难喝，那就看个人。那如果你可以去喝喝看。那现在这样磨啊，用冷的话，你可能要磨到快挂了，你才知道你的巧克力。所以基本上现在都是用机器去做啦。那你们觉得我们像这样磨啊，你觉得？不过以机器来说，你觉得要磨多久？天哦，是天哦，可可膏状，要磨到变膏状。那
刚刚的问题，没有人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两天嘛，再多一点，对，三天，非常，它连续研磨72小时，它才会是你在吃的那种巧克力的口感，才会顺顺滑滑的。OK， 那现在呢就是已经做了，就是先做初步研磨给你看。我们等一下一人就拿来捏一点点，然后把它抹在你的手上，把它搓开来，轻轻的就好了，轻轻的就好。OK， 我们等一下磨完之后呢，我们去洗个手，然后再回来。OK。变黑了吗？会变黑的吗？对啊，不会啊。你的朋友，你们觉得油油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油油的？对。哦，真的好油哦。油油的，对，它其实就是可可豆仁它里面的脂肪。那其实可可脂肪它很贵，它是蛮贵的一种植物油。那它可以拿来在保养品上，或者是你的化妆品上，或者是一些护肤的，就是乳液啊之类的，它其实都会用到。快点要开始了哦！好，都开始之后啊，我速度是很加快一点，好，在冷气房，它会凝固的蛮快的。所以就是也可以这样直接凝固，直接凝固，然后待会再吃。嗯，好吃哦。直接吃啊，给它做倒数都可以。哎，有谁要直接吃饼干的？你真的要直接吃哦？哦，我要直接倒数。试一下。来，这个看你能不能画。啊，有这么多？我的西瓜头斜了一边。嗯，他斜刘海啊。对，他是斜刘海。香音姐完成度50%了。笑死。善用工具好。哦。春菊，我看。我站错了。你的咒术回战嘞？在吃粉色的。我已经完成了，不错吧？看起来很有食欲。真的吗？哇，这个看起来就差我一些了。你这个是什么？看不看得出来？飞龙在天。它是英文字母。可可，对，不是，它是英文字母，这是我儿子，这是五藏幽狐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五藏幽人，普藏啊，五藏幽人啊，这个，五条悟，哎，不是，圣诞老人而已，他这有点歪，对啊，他脸有点歪，他是歪脸人，这是巧克力瀑布，这个是雪，这是一坨屎，雪花冰棍，然后这是回旋综合巧克力。这是棉花糖、草莓熔岩、双节棍，我的跟你的。把它冰起来。你看，哎，这更像一坨屎哎。来，等一下就会溶掉啦。不会。会呀。你看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吧？哎、欸，我完成呢，看 I love。我一般我开车的动作还是会，还是会先。哇，这个 logo。哇，好看呢，正面比较好看。你要带我去那种。你看，还是有食欲的吧？我这样子好像 OK 哦。你看这把花车是什么英文字？完成。这是你的咒术回战。没，不是。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差不多了。我们要去看海景。什么？哦，好多颜色。那白色那是浪花。我们来到了白色梦工坊吃冰淇淋。日本抹茶。我不要，我要巧克力啊。哦。农场的巧克力试一下吧。你说这个？嗯。有一颗。
比刚才还要好吃。因为这个是有调味过，那个是原始的那个可可。这个好吃多了。来就很好吃耶，喜欢那个。微糖而已。这是抹茶。嗯，它是会苦的。可以抹茶，我喜欢你。嗯，我喜欢会苦的抹茶。黄石，嗯，这地方很漂亮。黄色嘴巴。哦，黑色那个是鸭。是吧？姜母鸭。喂咯。这样给的蛮多的。一人一条，一人两条。我们这可以一人一条，还是也可以？你也可以现吃啊。对啊。这才有红包。嗨，爸爸。你们应该靠近他的。他在吃草，他不喜欢我的胡萝卜吧？嘿，还是这个是兔子吃的？没有，这是鹿吃的吧？哦，好好吃呢，好吃吗？哇，他要吃你的，那掉到地上他不吃了。啊，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是掉在地上了。哦，意思啊，上面有那个啊。兔子是不能吃胡萝卜的哦。我在等你们吃饭。先拍兔兔，看站起来，看那只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哇，爬起来了，它知道你有东西。不要！啊，惨了！不要！被叼走了。等一下，那个不行，那个，不行，那袋子不能吃。袋子不能吃。哇，整袋子。哎，你们吃。哎，不能打架了，袋子不能吃。哦，好，拿走了。好。好凶啊！完全挤不进去。好了。感觉好摸，很好摸，真的很好摸。啊，那一只也是不是也是孤单啊？啊，太多，超可爱。对啊，一坨，一大群。然后很软，又很软乎乎的。讲什么？就是它，就是那个温度很舒服啊，那只兔兔的温度。哦，对。抓起来好。直接爬到你身上了。对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吃午餐了，下一站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万里同，这里有很多浮潜的地方，然后经过了阿妈面店。对，这里有 support 潜水浮潜海龟咖啡，是这边很有名的咖啡店。哦，要喝吗？看有没有开。好。怎么有一点小琉球的感觉？其实垦丁跟小琉球是比较近的。嗯。怎么感觉这个地方会看到一个花瓶眼？好像会哦。对不对？到那个，这个就是海龟咖啡。哦。哎，还有柠檬咖啡，我没有看到。哦。算了，不要装了。这里有很多海贝。它的那个美式咖啡啊，就是不会涩，但是味道还是有点偏酸，大概是这样啊。脚那么粗吗？对，这样有吗？有啊。龟龟。白色。完成三只龟龟。耶、yeah。
我们现在来到了吃午餐的地方，吃这个豆沙。豆沙。吃咖喱。吃咖喱。这个我看起来，我今天吃这个。豆沙。感觉绿豆沙很好喝耶。有今天午餐。哇，它是 POS 系统哦，帅哦。绿豆的那个本身的那个渣渣哎、欸，真的很绿豆哎、欸。绿豆沙牛奶。刚刚有摇。没有，他自己滑下去了。真的好，好漂亮哦。完事了。嗯，那你喝。好喝。好看吗？没有到很高点。哦。还是有一些长。哦，上面也有。这晚上感觉不错哦。晚上要更高。我用的时间那个人间都还有。这里也是一个位置。这也是一个位置吧。吃完饭，带你来用爱发电。我觉得好像很可怕。七级海啸来了。哇，怎么又这样？应该会有一个全部把海水吸走吧。哦，你看，开始了，它开始。这样而已。就这样？哎，没有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么低哦？这么低的吗？不是要超高的那种吗？哦，所以他现在在说，就是他们有做这个防护墙，就有超，所以就算海啸来了，它还是可以挡住。哦。就是颜色法，有没有？它三原色，然后混在一起之后就变白色。嗯。有吗？转不起来，对不对？还弄烂了。嗯。不行啊。嗯。它没有平均吧？好难转哦，哈。有吗？有白吗？欸、有，真的有。有。有吗？有点幻彩的感觉。就是很幻彩啊。有白。有。有绿色，有什么色？跟姐姐在跑吗？快点跑啊！Thank you.
嘴巴垫的。地震体验。桌子不小。好险！哇！吃那个鱼，然后这里有很多猫，哎，有了，看到有咪咪，阿咪，哇，好几只，我们家的咪咪，好肥呀，我们家的咪咪哎，阿咪，哇，阿咪，哎，毛很干净哎，咪，好肥哦，哎，好肥哦，咪，真的很肥，比我家那只还肥，好肥哦，哎呀，我要肥成这样，咪。鼻骨，我们来吃这个。好，我想要加辣。真的是为了那个鱼。再来一次猫鼻头，很嫩，酥酥香香，好好吃，好好啊，好辣，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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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吗？好喝，好烫，就像蛋豆腐一样，嗯，到我了，好好吃啊，好烫，好嫩哦，一样很嫩，一样很嫩嘞，嗯。很嫩很滑，没有骨头。对，没有骨头。Last one 的哦。好。他们不想给你。这是来自猫鼻头的 logo 吧？敬礼。行动支持浪浪，你看他的饲料在那里，他们都结扎了，所以他们都是胖胖胖的。哦，聚宝盆，这头多少？我头掉了。哎呦，猫你！刚刚我就看到小朋友买这个来喂它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所以这摊是猫哎、欸，那这是叫什么名字？我抢它，只有它传说，对，只有它传说。哎、欸，是哦，对。它叫抢抢。不是有听到这个叫呼？抢抢来，来。哎、欸，到那个。抢抢。抢。强强，你太瘦了。就是。强强，强强来。还要跑。
别跑。我跑的时候没有带手机，所以还不算好。耶、yeah. ，这样子就好看。我们来到白沙湾了，我们要来晒太阳。吹到人都疯了。你有忘记带拖鞋了？对。哇哦！十一月的垦丁还是很多人在玩水哦。今天有夕阳哦。接近下午的这个太阳，我觉得可以，不会热，然后气温刚刚好，有白噪音，白噪音，哇！我们要去后壁湖吃生鱼片。看你的鞋子。在心里啊，真好吃哎！对呀，你外面薄薄一层，然后又脆脆的。哦，跟他的虾的口感真的很搭，打进去就有感觉。结实，那个鱼是比较嫩，对，鲑鱼海对。加点鲑鱼肚，他说有点菜的是六片一百，他没有热炒的是三片一百。对，因为它的那个油是很腻，它会更受不了，因为它。我现在整个嘴巴都是油。哦，所以很多油。很多油啊。鬼肚是吃油的、啊，肚子都是油。而且这油啊还不错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油很多。要看吗？你是在吃水莲的、欸？对呀、啊，我这是那只吃水莲。你这样很爱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自己可以 KO 一盘水莲。完食。没有。吃饱饱。回民宿了，好吃。我们去开箱我们今天的民宿。对，我们要回去开箱民宿了。先去 check in， 然后耍废一下，再出来逛大街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。一二六，今日客满。推。我们今天睡的是蓝峰 ，yes， 哦，看一下厕所，哇，
很大，干湿分离。哦，还有送洗发乳、沐浴乳，然后床应该是两人加大的，然后电视、盥洗用品，就这样。哇，睡了一觉，准备出门觅食。吃小吃啊，就因为我们已经吃完晚餐了。你有逛过吧？这个。哇哦，回味了半年，我们又来到了这里了。十一月的人潮还是很多啊。在印尼要什么？你可以跟你要吃的。章鱼烧的感觉，有一点点，但是我把它们章鱼换成壳。嗯，那你没有吃蚵仔啊？快点到，快点！好好泡，你看它蚵仔好大哦！呜，这是童子青蚵哎，蚵仔很大哎，我好饿。真的吗？我就是要一口。哎，这好大哦！手感是分的，半生半熟。吃的很爽哦。但是每次吃都会把那蚵仔跟那个分开哦，它没有连在一起。他们是分开的东西。修马蹄。你要吃黑芝麻的还是花生的？这样。对，直接吃。来，我为你们服务。这么好，因为我没有煮。这个应该很烫哦。嗯，没有，温温的，还好。好温的。我手在摸，没有，有一点烫。是的，有一点烫，小心哦。Q 好软哦。很软哦。烫吗？烫，烫。它不很甜耶。它这个里面应该是原味的吧？只是外皮是花生的而已，对，然后沾那个花生粉、芝麻粉。现在应该不烫了吧？没有，不错啊，口感很好。对，口感很好，里面也不算很甜。对，很 Q， 很好吃。哎、我，没有磨麻酱完呢。爽吗？爽。你要一球一球上去。就这样 ，Yes。恭喜！战斗陀螺。战斗陀螺。你要不要玩这个吗？是陀螺而已、啊。哦。要战斗了。做饭没跟他战斗吗？没有啦。好香的油饭哦。摸摸摸，可以摸个一条吗？天启，摸个一条，把乳猪带走。看谁先两颗。准的有了，哇！今晚难得有机会哦。天啊，你们仇恨到底多大？先不先平手哦。好，一个两个八分，两娃娃来试试看哦，瞧。还是你那时候的味道吗？这家真的比较好吃，皮的脆，皮比较薄哎。对。它的牛奶比较丰富，里面的牛奶好吃啊，很好吃哦。那皮比较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们两人。我们买完了蛤蜊冬粉。哦，蛤蜊冬粉要回去了。
准备结束今天肯定第一天的旅程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的朋友就帮你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我要继续民宿喝可乐了，饮料喝到饱。谢谢，我还要小点心。